Beauty Exchange 嘅 Sis， 你哋好，我系 Judy 邝洁莹。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化妆前嘅一啲睡眠按摩嘅功夫啦。咁因为咧比起化妆咧，我觉得上妆前咧，你去点样推你嘅块面啊，令到佢更加立体同埋更加瘦咧，系重要过上妆嘅。瘦面的工作其实真的很简单，大家只需要这些按摩的棒棒和一些保湿面霜就可以了。第一个 step 就当然要擦了这个保湿的面霜先，因为我们要为个肌肤打好底，就是擦了一些保湿的东西，跟着之后我们按摩的时候就会更加容易了。通常咧，我就係由隻眼呢一個位置先嘅，呢一個眼套呢個位置就咁樣碌碌碌碌碌碌咗上去。通常我自己咧就係會一路咁樣推咧，就推到我覺得隻眼冇咁腫為止嘅。因為始終咧一開始起身嘅時候咧，啲眼呢啲位置咧都比較浮腫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建議大家咧可以其實10至15下咧都差唔多噶啦。咁所以咧，為咗令我哋嘅頸骨位更加突出，同埋可以唔使咧打咁多陰影。这个功夫就很重要了，就是由这个位置这样推推上去这里，就会有一个拉提的效果了。跟住就到我觉得是最最最重要的一个步骤，就是下巴这个位置，因为就是涉及到我们淋巴的位置了。通常我就会由这个下巴位这样推推推推推到上来这里，然後呢一下就重要了，因為我們就要壓翻落去嘅，係咪好簡單呢？其實我自己就係喺日本買呢支棒棒嘅，不過我知道好多香港嘅電器鋪頭都有得買㗎。咁嚟緊我就會去到韓國嗰度繼續拍節目啦。咁其實都要好早起身，所以我一定唔會偷懶，就係帶埋呢支棒棒去做按摩睡眠嘅工作。咁所以咁多位 sis， 你哋都唔好懶啦。